家好，我是小静，欢迎收看 Maxone 大设计。虚拟现实可以让我们体验到现实中无法体验到的生活，光是我们自己玩还不够，美国的 Second Livestock 公司竟然给鸡戴上了 VR 眼镜，让他们从出生到死亡都活在这个虚拟世界中，体验不同的人生，竟然意外地让鸡肉变得更加美味。这些戴上 VR 眼镜的鸡群在现实中是处在一个独立的容器中，它们的脚下还有一个可以全向的跑步机，因此可以随心所欲地往任何方向跑，仿佛就处在田野上面。而 VR 眼镜却为这些鸡创造了一个世外桃源，它们看到的世界里有晴朗的天空、绿油油的草地，渴了有水，饿了也有正在地上爬行的小虫子。当它们想要啄食的时候，现实中也会有一个对应的感应饲料盆，让它们顺利地吃到食物。研究人员甚至还贴心地为他们准备了虚拟的伙伴，相比在养殖场里拥挤嘈杂的环境中生长，在这个虚拟的大空间里，这些鸡可以更加自由地度过一生，心情自然就好。由于处在独立的容器中，就算是一只鸡病了，也不容易传染给同类。该公司还做了一个未来鸡舍，其配备的设备甚至可以检测到鸡的活动量是否合格。要是有哪只鸡偷懒不爱运动，就模拟出太阳光，让它在虚拟世界中奔跑。花了这么多功夫，说到底还是希望他们的肉更好吃，并且多下点蛋。视频元素来自 Austin Stewart， 由 Maxone 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。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 Maxone 创意公园。